来来来来，我们严圣杰小姐，啊不是，真的不是严圣杰，茉莉叫茉莉就好了，不叫茉莉，茉莉叫台湾叫茉莉，大概60000多个。严小姐，严小姐，严思源，那你严思源，对对对，来严艺员，严艺员，哎好好，严艺员，他现在也有他心里面这个曾经这个媒体。非常注意的是，可能大家不了解，给大家看一下。我们看一下，好，请看。哎，直接要讲的是不是？直接的，没有没有要。直接来，直接来。我曾经是香槟女郎，哦，真的，是哇，这是香槟女郎。大家男生去夜店就是为了要博得异性的那个吸引注意力嘛，所以他们就说，哦，我很有钱，我就点个香槟，点一组来。所以怎么样跟大家讲说，我点了一组香槟呢？叫那个香槟 girl 出来，就举香槟出来，就说，哦，这边很多香槟。通常应该是他是比如我是你女朋友，我生日，然后你就帮我叫香槟，做场面嘛，对，做场面，然后帮你排，然后会有烟火，会有那个叫什么仙女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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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走一圈啊什么？对，走一圈说哇，这一桌叫了好多香槟，对，好有钱，还会辣，还会。香槟王吴董，吴董他现在就是身份的剖析啦，过去他的黑历史，后来变成是，这也不是黑历史，不是黑历史，这个是正当职业。对不对？香槟哥有穿衣服，我们有穿衣服，好不好？大家不要紧张。是后来才脱黑历史，喂。好，那你来说说吧，这是当议员之前啊。对，因为可能大家想象中议员的样子不太一样，大家很镇静这样。但我之前有当过香槟哥这样子，然后是在比较知名夜店，就是Electro 跟那个原本之前叫 Spark， 后来叫 Electro， 后来现在就是 A1 的前身。哇，好 fashion 哦，他。OK。对，然后所以，然后之前的话就是有常会遇到那个客人，就是我们要举香槟嘛，哎对，然后有时候是两只手要举，然后我们就很多人走过去之后，就会有人这样子摸一排屁股过去。没有办法反抗他，对，因为大家会一次会出6个人嘛，一组香槟就是大概6个，刷就一网打尽了，对，一网打尽，大家摸，然后想说太划算了吧，对啊，不是这个意思，没有这样子，没礼貌，焦点放错，反正后来就是我同事都会这样子把他抓住手，然后带他去警察局和解一下这样子。好，来我们看你的第三点，第三点，哎呦。遇到他，他是谁？我有一个恐怖情人这样子，就是，他那时候是因为我是做 show girl， 他在追我的时候，本来就知道我在做 show girl， 他那时候是不让我去工作，他说我不想让你让别人被别人看这样子，可是我是 show girl 啊，我想说追我的时候不是本来就知道我是 show girl 吗？然后你为什么不让我去工作？占为己有。对，然后他就整整一年都不让我去工作，那我接工作，他会去在那边就是在展场这样一个人的看着我，这样看着我，占有欲差不多差不多，你很适合，你有这个天分这样子可以做到这件事。占有欲很高，那他要给你生活费啊？对，他没有给我生活费，你帮不让老娘去赚钱 ，OK？ 那你能把我养好吗？宪哥就会这样啊，宪哥都这样包养人的，是买车买房的，包养不是这个意思，他总要付出一点吧？对，他要付男生付吃饭钱啦，就只有出吃饭钱，那就等于把你软禁哎，对，有点类似像那种感觉是。就真的不让你，你会觉得压力很大，你没办法去工作嘛。然后后来，而且我们在吵架的时候，他就会在车上，比如说他在路边就熄火吵架，然后他就不开空调。我说你开一下空调，这样很闷，很不，就是车里面没有空气嘛。他说我不开，我就这样让你这样。那你不能开窗嘛？哎，因为已经熄火了，锁住了，熄火了，对，锁住了。或者是说他会在马路上，就我们吵完架以后，他就把我还吵架，他吵一吵把我东西丢到马路上，然后叫我下车，就在停在路边叫我下车。那你还愿意跟他？就后来就分手了，就变前男友了这样子。对，女生总是会有一段时间鬼遮眼，对，一定会这样，要学习一下，对，学习了之后就知道了这样子。对，然后后来就是因为我很沉迷，我很喜欢布袋戏，我从小收集了一套布袋戏漫画。他后来分手之后，他就说：“哎，那个布袋戏漫画我就不还你了，这样你这辈子都会记得我。”啊，莫名其妙，好幼稚哦，莫名其妙。啊，可能那男生因为太爱你。他不懂爱的真谛，爱一个人不是做一个鸟笼，把它框在里面，把它当作囚鸟，是这样会快乐吗？不是这样。对啊，所以你还有一点就是说，你那个前男友会把你一个女人把你囚禁起来，我不让你出去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自卑感太重，他没自信，没有自信，像我们都是放养，去吧，去。对，你是包养还是放养？放养，我因为数量太庞大。原来是这样，喂，不好意思，直接买一栋，买电梯大的。不然宪哥给个数字，我们好下标嘛。对呀，你看，放养，你看三位媒体记者，我是不是因为都自己嘴贱，然后把自己给讲的对，讲的太夸张。我认识周秀这么久，他不夸张。夸张什么？
真的有啊，就跟他讲你。私下聊，写在书里面，写在书里面，用大的字，大的字写在书里面。好好，来来，三位媒体记者朋友，来来，关稍微稍微。本来前面觉得孙总的故事蛮无聊，听完你讲就发现孙总的很精彩。哎，你是这个时候突然都变得很呛啦？没有没有，来来来，暂时没算不到很呛，但是跟您介绍一下，就是因为我们政治人物毕竟没有什么花边新闻啊，我是别出一格的市议员，所以基本上他们小新闻都会觉得说啊。好兴奋就会把报。关少伟，你知道你很伤我的心吗？是是是，我不是在夸奖你，说你的故事很好听吗？对对，他是在夸奖您，对的，没有比较，没有伤害啦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浩晨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国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郭书瑶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李一杰。一直觉得处女座跟水瓶座应该蛮不合的。真的吗？对对对，可是看什么看？快停啊！